感谢图书馆的馆长周勇教授，他安排这么好，给我这么好的优待，也大家在重庆啊，来的听我的演讲，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我研究邓小平已经12年的研究过，但是来到我重庆，我还算是四川的一部分了。我来到四川呢，谈到邓小平啊，我觉得特别光荣啊，因为是他本来在四川，所以在四川呢，了解邓小平的人呢，比我了解人多，所以还有一批人想听一个老外，让一个老外啊，谈邓小平啊，我的确觉得很光荣。那么我有的人问我，我用怎么方法来了解邓小平啊，当然是看了一些书，邓小平年谱啊，还有很多研究过邓小平的书啊，当然看过了。还有一层啊，我看了很多外国人呢、啊、我认为要是一个老外对写邓小平有优势的话，一方面是旁观者，不一定是旁观者清，但是有时候是客观，没有特别的情绪啊，比较客观的来分析问题啊。那么第二呢，我认为我能见到外国材料，见了邓小平的外国的领导人也不少，我能见到一批人呢、啊、所以可能是对中国人算是幸运。第三，我能看一些用了哈佛大学的关系啊，认识一些中国研究员，还是了解情况的一批人呢、啊。有的人问我，我怎么找那些人谈话？我说我拉关系，拉哈佛大学的能用的关系啊，来认识一些人，也包括。搞当时的一些专家，找了一些在邓小平之下工作过，跟一些高干子弟啊，我就是用十分能利用的关系来理解情况。那么今天我想啊，主要谈的是邓小平跟外国的关系，当然是不能避免的。邓小平啊，在国内啊。做了一些事情也得谈。我先谈邓小平在四川的背景，跟他以后的影响是什么的。我认为邓小平在1904年生的，所以他的辛亥革命到7岁的时候，他受了一些入学的教育啊，所以他自己能了解。入学的背景啊，他也还有祖先呢，在秦朝的首都啊，是做的大官，所以也有一些背景啊。那么还有辛亥革命以后，他也上了新的学校，了解新的做法。我认为啊，他1919年来到重庆的时候，当时15岁啊。我认为时期啊是很特殊的，因为他还在官员县的时候啊，已经通过五四运动啊，1919年5月份呢，他还在官员县，那么所以秋天来到重庆，准备去法国的时候啊，已经是有。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深，所以很多年轻人想参加政府多了解，也觉得自己也对中国有兴趣，自己的对中国的前途啊都会有作用啊，也对当时的领导人不满意的时期啊，他也参加过，所以我认为他在重庆经验呢，对他的以后的影响。非常大。那么
那个我们第一次的对邓小平的照片，你们可能都看过了，那是中国以后一直来法国了，1920年呢，他跟一批那个四川的人呢，是一起去那个法国，当时你们都会知道，那么到外国去学习的那个中国学生的确不多，他们不会有今天的那个机会啊。现在来到美国念书啊，大概是有的人说，15万那个中国留学生现在正在美国念书啊。那么当时只有那个在法国的几千中国留学生，但是里面的比较多的是四川人是比较多。那么1924年呢，他在那个法国那个参加一个共产党的活动，那么法国他本来想半读半学，但是当时啊那个法国的经济情况不行，在那个工程工作的收入太少了，那是不够那个上大学的念书的，所以那个当时他后来没有机会在那个法国念书，只好留在法国了。但是看那个照片呢，我认为在抗日时期啊，他们的作用不一定很大，但是建国那个建国以后，特别是80年代啊，对那个中国的前途啊，那些那个人有很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呀、是当那个留学生的领导人呢、周恩来当时啊是已经是在那个在英国跟在那个日本已经有经验，所以他那个比邓小平大6岁，比较了解情况啊。你看那个左边啊，后来是领导中国的那个科学工作是聂荣臻，也是四川人之一。李富春后来是领导经济的工作，虽然那个1924年那个人不多，但是后来那些人后来在那个改革开放以后啊，对那个中国改革有很重要的贡献。那么我那个没时间谈那个邓小平的那全面的历史啊，49年呢到52年呢，在西南局啊工作。我那个昨天跟周永也谈过了，为什么这么多那个四川人呢？是有那个解放后有这么重要的那个作用啊？我认为啊，那个重庆啊，是的那个信息啊是比较多。我看那个沿海啊的对外国的信息比较多，在长江也比较接近那个沿海的意思，是那个信息可以从那个上海那个沿海一直到那个重庆啊，特别1881年以后啊，那个海关在那个重庆那个是有的以后啊，那个重庆的那个信息啊对外国的情况也比较多。那么还有我觉得在那个四川的西南西东南北都有山，所以里面是一个土地是比较容易统一了，所以四川的从历史啊也一直比较容易那个团结的一个地方了。那么另外啊，因为那个19世纪以后，很多移民从外地来到四川呢，是比较积极想做一些事情的人多。美国也有这么个情况啊，19世纪、20世纪啊，有很多外国的移民来到美国，是他们是很积极想做。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能做这么多事啊？我觉得移民的能力，那个积极性也很重要了。那么那个52年那个邓小平去北京以后啊，那毛泽东给他很多重要工作了。那个8大以后啊，他可以搞那个总书记啊，但是同时那个毛泽东让他
见了很多外国人。那么当时冷战时期啊，了解外国主要是苏联、东欧，还有一些那个亚洲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呢能接触。那么1957年在那个莫斯科，也可以看得出毛泽东啊，很重视邓小平啊，给他一个机会了解那个外国情况。那么当然，那个邓小平因为不仅仅在法国待了5年，1920年到1925年，而是在苏联从1926年到1927年待了，在苏联待了1年，所以他比较了解苏联的情况啊。所以那个毛泽东在1957年去莫斯科的时候啊，他让那个邓小平一起那个去。那个毛泽东是给苏联人讲啊，你看那个小子他很有前途，所以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毛泽东考虑谁是搞那个他的接班人，里面一个肯定是邓小平。那么1960年那个邓小平啊去莫斯科也见到赫鲁晓夫。那么那个不仅仅是1960年，而是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见了那赫鲁晓夫。那么1956年在苏联党的20党代会的时候啊，那个赫鲁晓夫也批评斯大林，批评太厉害了，所以那个邓小平能看得出啊，批评斯大林的人这么厉害，是影响到每个人跟那个斯大林工作的人那个人的名誉。所以那个很多那个苏联的基本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跟斯大林的关系很密切了，所以邓小平能看得出批评这么厉害，那个领导人的那名誉也降低了，这样做的话共产党的那个势力是降低了，对那个共产党不是好处。肯定也考虑要是中国面临一样的问题，一个领导人呢那个有一些错误，不应该这样处理。那么他在那个60年代呀，也常常见到亚洲的共产党的领导，那是胡志明。那个在20年代呀，跟也在法国，那个也认识周恩来。当时20年代呀，跟那个邓小平也不算这么密切的关系呀。但是后来呀，你可以看得出1965年呢，在北京啊，胡志明跟胡志明的关系是很不错。很多事情啊，我到现在虽然是看了很多资料，我还不了解。一个不了解的事啊，是为什么邓小平的法文讲得不好？那个胡志明的确法文讲得非常好，邓小平很聪明啊，也在预备学校，重庆的预备学校学习一些法国，也法文在那个法国待了5年。为什么怕那个法文那个讲得不好？我不太了解这个事啊。但是反正啊，他关于语言呢，那个水平不如他对政治的那个水平不是这么高。1963年呢，邓小平在莫斯科的在北京的飞机场是准备去莫斯科跟那斯斯洛夫那个辩论。当时啊，已经把那个中国跟苏联已经那个交换那个批评，那么那个最后那个毛泽东派邓小平去莫斯科跟他们辩论。那个你可以看在他的左边刘少奇，后面是周恩来跟彭真。那么邓小平虽然是很矮的一个人呢、啊。有的人说他是无知的人呢、啊，有的人说还没有到无知，就更矮。但是反正你看着他没有自卑感，那个他很有自信，你可以看得出啊，就那个人是能干也有自信的。那么那个邓小平啊，一次说过，我为什么是有名啊？是因为我3次那个垮了，那个3次再起来了。所以那个文化大革命是第二次受了批评，1966年一直到1973年呢，他就被那个
靠边站。那么1969年到1973年，他是江西，那个地方南昌的郊区啊，但是1973年在那个让他回来，工作。那1973年第一次在公开的地方见人呢，就是周恩来给柬埔寨的西安奴给他一个宴会。你看邓小平在那个宴会啊，好像没什么事情啊，但是恢复工作了，都是很自然的事啊。但是的确从1966年到1973年，他那个在外面，所以肯定是做一些思想准备恢复工作了。这个照片我认为的意义很大。1974年呢，那个在那个北京飞机场啊，周恩来送那个邓小平去那个联合国。那么联合国的位置一直到1971年呢，是台湾的蒋介石跟他的他们那边的人呢。1971年北京在那个联合国是批准那个北京坐在中国的位置，所以需要一个那个中国的领导人呢来到联合国表示中国的那个基本的政策。那么按照道理啊，应该是周恩来去，因为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很长期，有那个这么重要的工作，非常了解情况。但是当时啊，周恩来已经有癌病，所以那个在机场啊，周恩来送那个邓小平去联合国，所以第一次在联合国介绍那个北京的外交政策，就是邓小平的责任。那么一直到1974年呢，那个领导外交工作基本是周恩来。那个一直以后，主要是领导外交政策，实际是邓小平。名义上那个周恩来还是总理，还是领导外交，但是一直到1976年一月去世以前呢，实际的那个领导外交工作是邓小平，所以那个他有相当多的经验，也常常去医院看那个周恩来，问他。他们两个人呢是很长期，不仅仅在法国，而是在上海那个地下工作。当然1952年在那个北京啊，一直到那个周恩来去世，他们是关系很密切的。所以那个周恩来是培养邓小平多了解那个外交情况啊。那所以那个邓小平1974年四月在那个联合国讲话，那么当时他见到基辛格，那么基辛格当时写了，在他的书里面是写的，邓小平是好像是一个外交的学徒，他那个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是非常能干，那全世界搞外交的那个工作的，可能是没有人比那个周恩来更好，但是他觉得邓小平啊，不太那个回答问题啊，那个周恩来能把全世界讨论某某的地方的问题啊，都很了解情况啊，也那个很顺利的解释中国的看法，但是他认为那个邓小平不是，当然我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个基辛格的当时的说法不公平。那么后来我那个问基辛格啊，你对邓小平怎么看？他说后来我改变我的看法，他非常了解那个经济那个外交的情况。那么第三次那个邓小平垮了，就是1976年，那毛泽东往华国锋当了接班人呢。但是那个1976年九月份毛泽东死了以后啊，很多人讨论呢，应该不应该让那个邓小平回来工作了。那么很多人呢，觉得不太合适。那么有的人认为啊，邓小平非常能干，了解外交政策，也了解国内，有很多经验。所以那个他从那个1956年到1966年呢，领导党的工作也非常了解，做得非常好。
也大胆的向那个人呢，那个继续工作了，那个让那领导那个全国的那个工作做得非常漂亮。那么，所以那个76年呢，那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啊，很多人像那个邓小平应该回来工作，那么77年7月份才回来工作了。那么他那个邓小平愿意做那个科学技术教育的工作，他说为了中国的那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那个农业、那个国防，但是最重要的那个现代化就是科技，要是把科技教育搞得好，别的那个现代化比较容易做了。所以那个邓小平也是恢复工作，他马上邀请啊领导教育科技的工作的人开会，那是77年8月，那个教育那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那要求那些领导人那个集中在一起啊。他问他们的，今年我们能不能那个恢复大学的平常工作，我们能不能恢复高考，在这里那个很快那个高考的那个成绩那个的人也在那个我那估计啊，那个77年以后那个考进大学的现在的那个领导中国的一些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邓小平啊问过那些领导教育的人，我们能不能恢复高考，很多人说的非常难做，当时好像是700万人想高考，那个准备高考准备大学的恢复，他们领导人呢、啊、那个领导教育的人都说这么难。然后后来邓小平问过他，可能我们今年能做的话，他说是可能是可能，但是太难。邓小平说好，今年要做。所以那个恢复高考，就是邓小平很大胆的觉得为了中国的前途是最重要的改变。所以那当然是关于高考，毛泽东跟邓小平的看法不一致。毛泽东要是他谈了是阶级怎么样，那个阶级的那个教育怎么样，思想怎么样，那邓小平的看法从49年一直到77年呢，这么多年呢，资本家基本没有，地主基本没有，怎么说阶级存在啊，现在那个问题不存在。所以他关于高考是主要是能力，你要是那个邓小平非常重视能力，所以那个他决定马上把那个高考也恢复，高考也恢复大学的平常的工作。当然后来是扩大教育的工作，但是我认为那是邓小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邓小平的有跟别的国家的领导人呢有很多好处。一个好处啊是很多那个华侨是也可以帮助国家，所以呢邓小平啊那个让很多住在外国的一些华侨回来跟他们那个建议啊中国对工业那个教育应该怎么做。那么当时在78年刚刚改革开放开始啊，当时在美国有三个人呢是拿了诺贝尔奖，也是华侨，所以他们邓小平请那个杨振宁几次跟他谈过话，中国的科学应该怎么做，还有那个那马州那个理工大学的那个教授给他建议啊，还有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元哲，还有那个李政道，所以那个去美国那不仅仅去一次，而是跟那些人谈了几次，跟很多美国知识分子也谈过话。主要的意思是说，中国应该搞怎么那个恢复那个提高我们的教育工作了。
这个是语言的专家，焦元任，在右边有一个焦元任的女儿，这是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用这个照片呢？因为那个女儿是我在哈佛大学的教我中文的第一个那个老师。那么，那个当然是我在那个书里面是提到邓小平的，他作用很大，但是当然是不仅仅是一个人能做，需要很多人的合作才能做，还有那个把很多人的觉悟。我认为那个文革以后啊，很多中国人的领导，很多中国的领导都了解中国走的路啊，在那个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走的不行，应该改，需要的一个比较大胆的改革开放。但是邓小平啊，认为那个事儿还是不够，应该多了解中国是这么落后。那么1978年，很多那个中国的代表团到外国去学习、了解、考察、了解情况。那里面，我个人的理解，最重要的代表团就是顾穆领导的到欧洲去的那个代表团，是5个礼拜，在瑞士、法国、德国、那个荷兰、那比利时，在那些国家那个看那个情况。他们的不仅仅是那个顾穆一个那个副总理，而是很多的领导那个各个部门的工业、经济、计划的、科学、那个教育的一些领导人，是一起呀、去外国看了解情况。他们回来到北京啊，他们那个开了一个会议啊。是告诉那个政府的政治的领导人呢、啊，那个他们是做一个报告，开始下午3点钟开始，很多人估计可能是2-3个小时以后会结束了，他们讨论的一直到晚上12点钟，很热烈的那个谈问题啊，那个参加这个那个代表团的人呢，说。我们本来不知道中国这么落后，那个欧洲欧洲人愿意教中国人科技技术的做法，那个想帮助中国落后的中国做改革开放，所以三中全会那个邓小平谈话的时候非常重视，我们落后应该赶得上，我们要外国去学习，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代表团很重要。那么，那个1978年11月到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啊，一些中国的领导人决定华国锋那个领导改革开放啊，他不如邓小平，所以应该让邓小平做领导。那么，邓小平已经1966年到1976年那个做了很多那个工作。他有军队的经验，还有那个经济的经验，那个1953年到1954年是财政部的部长，有那个外交局的外交部，也了解外国情况，还有那个各个方面的工作，也地方的工作，在那个西南局啊，以前在瑞金在台山也有当工作了，那个领导地方工作了。那么提前2个月，邓小平去日本，那个跟日本的一些人那个见面，在中国跟日本有2000多年的接触，那第一次一个中国的领导人见到那个日本的天皇，就是1978年10月邓小平去日本的时候啊。那么邓小平后来呀、说，我们谈得很不错。那么那个天皇啊承认我们二战做了很多不行的事，以后我不会再让走那条路，我们希望那个帮助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发展。那么邓小平啊了解为了那个搞改革开放需要那个日本的支持，还有那个产业还有科技的方面呢，还有那个很多日本人认为啊，他们自己错，
那个做了那个二战时期做了很多坏事，所以啊，他们那个了解，应该那个帮助中国了。所以邓小平在日本在一个礼拜啊，看了不少那个产业，比方说一个钢铁厂啊，后来是变成那个包山的模范。那个所以那个日本人呢，帮助那个中国搞那个钢铁的那个现代化。还有新干线，那现在那个中国关于快速那个火车也是全世界更多的那个设备啊，但是当时中国没有一个那个快速那个火车，所以那个第一次一个中国领导人是坐在新干线，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啊，告诉我。我的爸爸不太爱说话，所以那个人问邓小平啊，在新干线怎么样？他说很快。当时在日本也见了那个田中那个前总理啊，田总啊是72年的领导日本，是恢复中日的那个正常关系啊。那么78年11月呢，邓小平去亚洲的一些国家，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见了李光耀。我后来呀、访问李光耀，我问他：“你对邓小平怎么看？”他说：“从二战以后，我见了世界很多的领导，但是没有见过一个领导比邓小平还能干，因为邓小平的贡献。”他了解那个自己的国家的体制是不行，但是改变一个国家的体制非常难做。我恐怕那个现在很多人是最近20年那个长大了，在中国长大了，可能是会觉得改革开放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很必然的事，但是那个70年很多人觉得是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想到中国会发展这么快，所以那个领导那个工作，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那个李光耀也是这么看。那个77年呢，邓小平啊，希望跟美国关系正常化，因为那个72年尼克森去中国，那他们后来决定啊，2-3年之内啊。我们可以把关系正常化，但是一直到78年没有那个成功啊。78年呢，那个卡特总统，同意邓小平的要求啊，准备那个谈判那个正常化。那么，那个七八年的秋天，那个中国的一些那个外交官。跟 Woodcock 那个去北京的我们的美国联络处的处长也谈判，那么最那个你看那个中间就是黄花，主要的谈判在中国方面是黄花，那么后来最后是跟 Woodcock 那个谈判就是邓小平自己，所以那个12月15号，他们祝贺那两个国家的正常化的那个决定。当时美国不知道，邀请谁，来到美国啊？我们知道那个华国锋还是主席，还是总理，所以那个卡特总统告诉 Woodcock， 你跟那个邓小平下一次谈话，你可以说我们美国邀请一个中国的领导人呢、啊，我们没有说是谁，我邀请一个中国。领导人来到美国，那个去访问，祝贺我们的正常化。所以 Woodcock 就告诉邓小平，邓小平马上说：“好了，我去。”那个下个月怎么样？所以那个下个月，那个79年1月呢，邓小平来到美国。那么，卡特跟邓小平谈得来啊。后来我那个访问那个卡特总统。在他的办公室退休以后啊，他在那个 Georgia 的那个办公室、啊、里面有一些那个礼物是邓小平送给他的礼物啊，
他非常佩服邓小平啊。那么那个是79年一月份，在白宫，卡特跟那个邓小平啊，还有卡特跟邓小平是签名字。那么尼克森呢，在那个水门事件呢，碰了很大的问题啊。那个，所以他离开白宫，没有人让他那个回到白宫。那么邓小平啊，去美国以前，他说，我们中国有一个说法，恩水思源。那么虽然尼克森碰见一个问题，但是恢复那个中美关系啊，它的作用很大。所以我希望啊，卡特，你邀请尼克森来到白宫。所以那个水门事件，尼克森有机会回到那个白宫，是邓小平去那个白宫的时候。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去，卡特、尼克森、邓小平就一起谈话，跟纪晓就一起那么不仅仅是白宫，而是在议会的会见了一些人。从你们的角度，左边站的就是纪晓，他的左边有一个白头老头子，那个 O'Neill， 那个是我们的议会的会长。那么邓小平跟议会的会长谈了一个小时，谈得来，那个变成朋友。后来那个议会的会长来到中国，邓小平邀请他来。那么议会的会长给那个邓小平谈了很多故事，那个我们的议会跟那个白宫怎么吵架，那个我们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啊，批评那个总统怎么批评啊。邓小平觉得非常有兴趣。那么那个最后那个议会的会长说，我们美国人觉得虽然是吵闹，那个制度是很好，因为有时候那个总统做错的事，所以我们议会可以那个给他压力改变。邓小平一听说，在中国不行啊，我们应该那个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不要那个分权这样做了。那么邓小平在美国啊，是跑几个地方，那个是在 Georgia， 卡特总统的州，那个看一个 photo 那个汽车厂，他也去 Dixies， 看那个牛仔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女人呢，给到邓小平一个帽子，那么邓小平马上戴帽子，那个照片非常有名，在美国也有名。在中国也有名，在美国很多人看这个照片，他们的感觉可能是共产党人呐、啊，我们不喜欢那个共产党，但是看这个人好像是有味道，好像可以跟他谈话，所以那个是那个美国对他的影响是很不错。那么在中国也有可能是影响更大，因为以前呢、啊。很多中国的报纸说啊，美国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么坏，这么坏，这么不行啊。但是一看那个这个照片，他们会觉得啊，那么美国值得学习啊，美国的生活也可以那个享受，我们可以到那边去那个多学习啊，跟美国可能是会做比较好的关系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胶片的影响在美国在中国很重要了。所以很多美国领导人也访问，那个是商务部的部长，也是老 Bush， 正好那个75年呢，那个邓小平在那个北京啊，基本是领导很多工作，当时美国联络处的处长就是老 Bush， 所以他们谈得来。那么里根那个总统啊，他84年呢去北京，他当了总统开始啊，他说我们美国跟台湾应该把有更正常化，邓小平一听啊不高兴啊，所以他们一两年吵架，但是以后那个里根是改变了，是不要那个提，里根后来那个了解，那个因为要反对苏联呢。中国可以合作，所以不要再谈跟那个台湾正常化。
那么今那个昨天呢 ，Thatcher 总理都是去世了。那个82年呢，去北京，他为什么去北京啊？他认为香港的前途啊，是他很担心情况如何，因为在那个香港很多英国的商人呢，很怕前途不行啊，要是他们都不太安定。他怕那个香港很乱，所以他去北京，他有一个建议啊。他的建议是说，好了，97年呢，所有权呢是恢复中国了，但是我建议啊，那个把那个日常的政府的工作在那个香港，那个英国人那个做的这么好的工作，他们可以继续做吧。那么邓小平一听也不高兴啊，那个 Thatcher 的意义啊，是文化大革命啊，很多香港的那个商人，还也包括华侨，他们都觉得，哎呀，那个共产党能不能领导一个资本家的那个城市，都很怕，不担心。所以邓小平那个告诉 Thatcher， 那不行，我的那个97年。恢复所有权归国，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做领导。所以那个84年，Thatcher再去那个北京啊，因为那2年之间呢，一些那个英国人跟中国人谈判，那个关系谈的很多详细的事，所以他们又给下了一个决定，可以香港会有一国两制50年，那个体制不会有改变，所以他们的关于那个香港未来的那个联合声明啊，84年决定了，所以他们的关系啊也非常好。邓小平自己也很高兴，他不喜欢打仗，最好不要打，那是最好的政策。所以那个邓小平啊，用和平的办法，那个回归也下了一个决定。那么邓小平觉得中国应该参加很多国际那个组织啊，那是给那个中国一些帮助、一些压力，把那个改革开放那个走得更快。所以他的世界银行的领导，还有那个货币基金组织啊的领导，当时啊那个还没有那个电脑的那个网啊，不太流行啊，所以为了那个了解那个全世界的知识啊，他觉得要是把那个的英文的百科书翻成那个中文呢、啊，比较容易了解很多外国的知识啊，所以需要那个百科书的公司的一些领导人来到中国谈判，所以把那个外国的知识啊，在当时情况之下，可以让那个知识来到中国了。还有那个很多外国的商人，我看了那个邓小平年谱啊，我看不到一个代表团的领导是经济学者，他那个邓小平。他喜欢是商人还是政治的，已经有经验领导实际情况啊，你不要太谈到理论。那个邓小平非常喜那个关于经济的小事可以让别人做，他喜欢见到的是科学家那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有是商人，非常有经验的商人，所以他见了很多澳门那个香港的是不是还有那个杨山坤呢，在那个四川呢的老人他那李嘉欣那个香港见了很多，了解那个实际的经济情况啊，那个是当时啊一个美国华侨安王是领导一个电脑公司，所以为了了解当时的那个经济的发展，他是要求那个王安给他介绍情况。89年那个春天，他邀请 Gorbachev 跟他的夫人来到北京啊，
那么63年那个邓小平那个到莫斯科辩论以后，一直到89年26年，中国跟那个苏联的关系不行，但是80年代邓小平依旧三个条件，也可要是那个苏联离开阿富汗，要是苏联的那个军队，从那个中国的边界退了，还有那个要是那个越南的那个军队，离开柬埔寨，他可以让那个中国跟那个苏联的人可以恢复本来的情况。所以你看，在那个邓小平时代，那个最大的三个国家，日本、美国、苏联呢，都是搞比较好的关系啊，因为邓小平认为啊，比较那个大的事情跟大的国家应该有好的关系，中国才能搞和平的那个发展。所以那个他是89年春天，他非常高兴跟那个苏联的关系比较正常化，所以他邀请这两个人来到北京，同时他邀请很多外国记者来到看北京。那么当时啊，邓小平啊，告诉那个中国的一些那个老百姓啊，说我们不要着急，所以这个照片很多人能看得到。邓小平表示，在大海游泳啊，我们不着急啊。那个我估计那个几年后，很多外国人知道那个中国市场这么大，所以他们说服自己的国家，我应该恢复那个更好的跟中国更好的关系啊。后来我觉得那个邓小平的判断是对的，几年之内那个很多外国觉得应该那个恢复本来的关系啊。所以那个92年呢，邓小平觉得一些领导人太保守，所以他说要是一个人不继那个几个领导人呢不继续搞改革开放，他应该那个下台。江泽民呢知道那个邓小平的意思，所以他很积极接受邓小平要继续改革，所以那个92年的春天已经继续搞那个改革开放。所以那个92年10月份，在一中那个14届一中全会啊，邓小平完全那个是离开政治的。以后92年以后啊，他退休以后，在自己的院子里啊，走来走去啊。那么97年去世以后啊，有一个追悼会，那个也是江泽民谈话，在那个追悼会。那么不仅仅在那个中国，而是在全世界，那个尊敬的邓小平的人非常多，所以联合国对邓小平去世也表示满意的。这可以了解邓小平在全世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不能去谈那个结论，因为最复杂。以我看这个邓小平最重要的一些看法，第一，跟那个全世界的比较大的，特别跟大的国家应该保护好的关系。所以邓小平，我们中国会用那个和平的做法来搞好我们的两个国家的关系。第二，在国内啊，是应该用改革开放的政策，那个改革不是一次做完的事。毛泽东说我不要那个不断的革命，那个邓小平我的看法是不断的改革开放。所以我认为那个现在的那个领导人应该继续，我认为那个是邓小平的看法。第三，在国内我认为他需要能力，一个人是有能力跟经验，就是当领导人呢，应该考试以后应该那个基层的那个工作做好，让他一步一步，不让他那个跑得太快，但是一步那个有经验，按实事求是，后来可以做那个国家的领导。那个是我一个外国人是对邓小平是怎么看。谢谢大家。